及秉利娛樂上遞信，要求改善員工待遇。工黨表示，收到部分國企員工嘅投訴，指公司有好多嘅苛刻條例，包括員工餐由以往嘅任性，縮減到每日一餐，遲到一分鐘達三次就會出警告信。亦都有秉利員工投訴被無理解雇，以及倒客。以及倒客無理飛牌同埋打人，團體要求改善員工待遇，保障員工人身安全。